铅笔争夺赛。桃源城跑步比赛，奖品是大铅笔。哇，好想要大铅笔呀！我们去参加跑步比赛吧。下面是跑步比赛规则，大家要绕过不同的障碍才能到终点。我可是跑步最快的，赛跑一定能拿第一名。赛跑第一名是我的。赛跑第一名是我的。预备。常跑步对身体有好处，我们可以在操场上跑步，在公园里跑步。在跑步时，我们要注意不能撞到别人哦。我来了！哎呦，我的屁股！小文小雨呢？我先跑了，拜拜。这是弹力快，这个简单。嘿，跳过去肯定比绕过去快。小文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能告诉我怎样过弹力快吗？还是按规定绕开跑吧。好，谢谢你。嘿，我跳，拜拜拜拜。哎呀，弹力快好多呀，停不下来了。终点，第一我来啦！第一是我的。耶！好累呀、啊，什么时候才能出去？爸爸，那是大铅笔。我跑步比赛得了第一。赛跑比赛我跑得最快，却成了最后一名。下次赛跑时要脚踏实地，不要耍小聪明哦。阿斗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小雨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帮我抬大铅笔好吗？好呀。回家喽，小雨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你可以帮我拿一瓶水吗？好啊。我们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时，可以说我想请你帮个忙。跑步，赛跑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